潘孟安委员，潘孟安委员不在场，本案暂不予处理，请罗明才委员发言。罗明才委员，罗明才委员不在场，本案暂不予处理，请刘建国委员发言。主席、各位委员，本院委员刘建国、黄伟哲、赵天麟等十三人，鉴于政府为因应此波油电价调涨，针对弱势族群及社会福利机构的补助措施方案迟迟未能出炉，致使常年需以电动轮椅、电动车及身障车辆代步之长者与身心障碍者人士，以及长期需要耗电量极大的医疗器材之重症病患，因经济上出现压力而首当其冲，是以原要求行政院责成内政部、经济部负起责任，立即完成补助措施方案，并对身障朋友之电动轮椅及身障车辆，也拟提出身心障碍者油电补贴办法，借以扩大弱势族群补助范围，减轻弱势家庭负担，逼保障弱势族群之经济生活能够无虑，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刘建国、黄伟哲。